最近北美媒体 Korea 报发布了一篇盘点了嗓音最独特最具辨识度的五位女 idol， 名单中的女 idol 的嗓音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被识别出来，极具特色。一，朴春，曾是女团 2NE1 的主唱，多年来凭借独特的嗓音获得了许多好评，今年3月以新歌花强势回归。二，郑秀妍，曾经是少女时代第二主唱的 Jessica 郑秀妍，拥有极具辨识度的甜美嗓音，并且她的高音也十分出名，她曾在歌曲 The Boys 中贡献了4等高音，成为了 K-pop 流行音乐中最具辨识度的高音之一。三，朴彩英，作为 Blackpink 的主唱 Rose 以独特的演唱方式得到了好评，特别的嗓音也非常具有辨识度，这也让她从一众女 idol 中脱颖而出。四， JYDA 宋雨琦，作为女 idol 中的烟嗓代表，宋雨琦流畅的低音极具辨识度，本人也曾表示自己没有那么擅长高音，中低音才是他的舒适区。五，泫雅，拥有极具辨识度的说唱方式，他标志性的嗓音使得他在很多合作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两人一听就知道，哦，泫雅啊，对于这个排名你怎么看？欢迎讨论。